又在洗澡啊？啊？说什么？你好，还跟我打个招呼是吧？这水有点脏啊，又跑来捉虫子了，啊，捉了那么大一条虫子，过来看一下，捉的什么虫子？这么大一条，叼着不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叼着又不吃，好像不是虫子，好像是蚯蚓。来，有花生要不要？我看野外的八哥都是吃蚯蚓的，但是我家这些就不吃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没有了，看这个芭蕉叶卷起来了，这一条应该有虫子。看到了，这么大一条虫子，已经变成蛹了，不是虫子了，进化了，马上就要变成蝴蝶飞走了。这个好吃。我是第一次见了这个芭蕉叶的虫子变成蛹是这样子的，很快就变成蝴蝶了，应该要不了几天了。来，讲给你了，好好补一下，叼了就跑了。吃下去，今天下午你都不用吃东西了。这个很有营养。不会呛到吧，这么大条，还好是软的，没事。吃饱没有？还要不要？还有？还没吃饱啊，吃了那么大一条啊。没有了，还想要？熬夜机你跑过来干嘛？你想吃虫子是吧？哈，这里还有两条，这些应该化成蛹飞走了。这个这么旧了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也还有啊，还在啊。这里还有，这个先不摘了，等明天再摘给他吃。这里又有好多，又捉了一条，要不要？看到没有？要不要？嗯，说话说话给你吃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呵呵，你不知道你是谁了？你是谁？说啊。想起来了啊。开饭了，你个吃货。这个不能吃多了，吃多了会长胖的，脂肪这么高。去多做一点蝗虫来吃。蝗虫的脂肪比较低矮的，听懂没有？这条就给大黑吃了啊、哦！来，大黑，过来，看一下走第几？换毛换的好慢啊！一口就吞了，好像还不够他塞牙缝。这家伙太能吃了。招财进宝，大吉大利。还在换毛，去年他换的比小乌还快，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换的比较慢。来，金龙，你叫谁金龙啊？啊？笑个，笑个，哈哈哈哈。你还会唱小苹果啊？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又说不清楚。我是小八哥。你是小八哥，你是走地鸡。招财进宝，大吉大利。
招财进宝，大吉大利。